北海联合船队肖总会长、永隆联合船队何理事长哦，早安！以及国分会会长、副会长哦，啊，以及咱这电视机头前的头家朋友哦，大家较早哦，今仔日是这个111年4月13日正冠第二冠的比赛哦，正冠第二冠的比赛哦，啊，咱即阵来听咱这个赵班长哦，啊，来讲几句话。各位教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我是永丰龙海上联合船队，以及北海联合船队，结伴111年4月13日春季，北海海上竞翔啊，今日一摆两冠赛，认证正冠第二冠比赛。我今放假的经纬度是东经123度14分，北纬是26度28分，空中距离到基隆火车站是210公里哦，祝各位加油，大家安达！感谢电视机前各位加油，透早收看现场的实况转播，谢谢。好来，啊，咱来感谢这班长啊，哈，啊，下面啊，咱来甲这个教友啊，讲这个哦，上关心的哦，上关心咱即马目的地的这个天气哦，咱即马为这个船的倒手柄啊，先来个讲起哦，咱这个。现场即马即个天气足清个哦，啊，即乌云一片一片哦，啊无多，但是足悬哦，足悬哦，啊，今仔日头个是即个哦东南风哦，是东南风哦，今仔头即东南风哦，啊，即风力是3级至4级哦，3级至4级，能见度有14公里哦，能见度14公里，气温温度28度。哦，这空气温度，哦，啊，这水温，哦，海水的温度31度，哦，啊，31度有较悬小寡，哦，啊，这个海涌啊是小涌至中涌，哦，小涌至中涌，哦，这海涌啊对阮鸟的飞行啊是无什么影响，哦，会来影响的，哦，就是这个风势，哦，风势，啊，咱今仔透这东南风，哦，这个咱的半角地。东南风大概有这3级至4级，哦，3级至4级，哦，啊，这个，哦，咱这今仔日这个能见度啊，所有是广角型的，哦，满到位啊，拢好天，哦，拢看个足详细，哦，拢看个足详细，哦，啊，下面啊，咱去来咱这个驾驶台里面啦，啊，吼，哦，内底来看一下这个 GPS， 哦，看船的定位，哦，啊，看这船的定位。哦，啊，来甲这个交友啊，报告一下哦。咱这个报告一下，咱这怎么现在啊，船的位置哦，咱现在船的位置哦。好来，哦，咱怎么船的位置是这个26度29分北纬哦，26度29分哦，啊，这东经123哦15分哦，这个小数点后边你走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嘛，咱目前现在船的位置，哦，船的位置，咱等下，即马偷偷啊咧行，偷偷啊咧行，哦，那7点，咱会准时到这个放甲的位置，哦，啊，咱的正确，咱正确的位置是26度28分，哦，26度28分，哦，这是北纬，哦，啊，东经123.14分，哦，123，哦。14度哦，啊，这是即卖以上的哦，啊，咱即卖来看这个哦，来看这个风势图哦，咱今仔即东平哦，即东平，即西平哦，即北平哦，即南平哦，啊，咱今仔头的是这个东南东风哦，啊，咱第二关的位置哦，啊，有小可偏东哦，会使讲哦，咱即季。哦，五关内底，哦，上偏东的一关，哦，上偏东的一关，啊，拄啊透这个东南风，哦，这个风势啊，吼，有小可阵风，哦，或者分鸟，咱要等下只吼，有小可阵风，稍等下分鸟放出去，哦，应当是咱的船的这个右后方，哦，这船的右后方，哦，伊可能会来这个右后方来慢慢啊来找这个吼，哦，要这个要登起咯。哦，要再找要回去的路，哦，假使哦，伊那分鸟哦，伊的用度有够，
伊也直接冲是足方便的，哦，足方便的，哦，这小可正方，因为今仔日是这三级尔，哦，四级无介大，这无啥影响，哦，啊，如果伊的抛物线啊较大一点，哦，抛物线啊较大一点，伊的射位这个来，哦，抛物线啊较大的，哦，伊的，哦，伊的射位这个来，哦，哦，啊，咱即马吼。啊，就大约的情形就是安尼。啊，稍等下，若有啥物变动，哦，咱的镜头再搁转来。哦，啊，下面啊，来看咱早起啊，透早的严风调的这个镜头，哦，啊，请各位再有坐电来参观。北海联合军队肖总会长，哦，英良联合军队何理事长早安，哦，啊，以及这国分会会长、副会长。哦，啊，甲一个所有的这个头家朋友，大家较早，今仔日是这中华民国111年4月13日，哦，4月13日，正关第二关，哦，正关第二关，由基隆港出海来到这，哦，210公里，哦，210公里，啊，即阵啊，这边啊，这所有的是咱国会派出来工作人员，哦，啊，要来验风调。请各位交友昨天来去参观，5789阿娇的乐开，大家好。第一栏头一条红条 N0346，哦，0346，红条完成，完成，收到完成，红条号码 N0345，红条完成，完成。收到完成，红条号码 N0344，红条完成，完成。收到完成，红条号码 N0343，红条完成，完成。收到完成，红条号码 N0342，红条完成，完成。收到完成，啊，第三栏上尾条红条 N 红条号码 N0341，红条完成，完成。收到完成，啊，1500分位，红条号码0182622，红条完成，完成。收到完成，红条号码。0186231，红条完成。完成。收到完成。3395分位，阿娇的阿焕。早安。红条号码 K1525，红条完成。我交友签名，完成。红条号码。K1524，红条完成。哦，只有签名，完成。红条号码 K1523，红条完成。哦，只有签名，完成。红条号码 K1522，红条完成。签名完成，红条号码 K1521，红条完成，签名完成，红条号码 K1520，红条完成，哦，签名完成，强红联谊会，红条号码 K1327，红条完成。红条号码 K1331，红条完成。红条号码 K1330，红条完成。3100分位，阿娇的阿俊啊。红条号码 K1235，红条完成。红条号码 K1234，红条完成。
黄家后面 K 一二三三，黄家完结。黄家后面 K 一二三二，黄家完结。黄家后面 K 一二三一，黄家完结。黄家后面 K 一二三空，黄家完结。明日大炮分会，黄家后尾讲一九五六九，黄家完成。黄家后尾讲一九五六八，黄家完成。啊，请这个交友吼，你咧撑黄家的时阵哦，因为这体力活动的，啊，卖撑只硬，撑只硬哦，这影响较大，这条黄家的加登记哦，再拜托一下。大台中九成分会，空三七三九六六，哦，空三七九六六，黄条文件，哦，签名，文件，就搞不糊个看无，黄条号码空三七九六七，黄条文件，啊，签名文件，可以，六六五百分会。洪家后尾八八八八二七，洪家完结。洪家后尾八八八八二八，洪家完结。大西区分会，洪家后尾 N 一九六八，洪家完结。洪家后尾 N 一九五五，洪家完成。金溪湖海上阿鸟的董哥，大家好。洪家后尾空三六一六空，洪家完成。完成。哦，签名完成。完成。说啦，完成。完成啊。迄个。哦哦。空三啊，洪家后尾空三六一五九，洪家完成，签名完成，收到完成。洪家后尾空三六一六二，洪家完成，哦，签名完成，收到完成。洪家后尾空三六一六一，洪家完成。签名完成，收到完成。洪家后尾共三六一六四，洪家完成。签名完成，收到完成。洪家后尾共三六一六三，洪家完成。啊，签名完成，收到完成。洪家后尾共三六一六六，洪家完成，啊，签名完成，收到完成，啊，金溪湖第四家人上尾条洪条，共三六一六五，洪家完成，啊，签名完成，收到完成，又八九八九分会。洪家后尾 N 九三四五，洪家完成。洪家后尾 N 九三四六，洪家完成。北同英雄分会，洪家后尾 N 八六四六，洪家完成。啊，签名完成。洪家后尾 N 八六四七，洪家完成。三一一五阿鸟的真假？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洪条号码 N 一二六七，洪条完成。收到完成。洪条号码 N 一二八七，洪条完成。
收到黄金。黄家卫 ，N 一一六四，黄家黄金。收到黄金。黄家卫 ，N 一一九二，黄家黄金。收到黄金。二五八九九阿娇的阿壮啊，哎，老帅，红条后尾 N 九八五一红条文件，文件，红条后尾 N 九八五二红条文件，文件，收到文件，文件，七八七九分的阿娇的大佐，好的。黄条号码 N 一零八三，黄条文件。文件。收到文件。黄条号码 N 一零七四，黄条文件。黄条号码 N 一零一二，黄条文件。三六七八七八五六的阿娇的，后面呢？大家好，红条号码 N 一六四五，红条文件，收到文件，红条号码 N 一六零九，红条文件，红条号码 N 一六九三，红条文件，三一一六。阿娇的阿忠，大家好。黄条号码 N 一七五五，黄条文件。签名，文件。收到文件。黄条号码 N 一七五三，黄条文件。黄条号码 N。一七五四，黄条文件，啊，签名文件，收到文件，黄条号码 N 一七五六，黄条文件，签名文件，三六八八分号的，黄条号码 N 空九一一，黄条文件。红条号码 N 空九一二，红条文件。大东北分会，红条号码 N 一三六空，红条文件。红条号码 N 一三三二，红条文件。竹红正常社会，红条号码空一九一六一，红条文件。签名文件，红条号码空一九一六二，红条文件，啊，签名文件，红条号码空一九一六三，红条文件，啊，这有签名文件，号码海上运，红条号码空二三，空六三。红条文件，红条号码空二三空六四，红条文件，嘉南海上分会，红条号码空三空二五八，红条文件，啊，签名文件，红条号码。空三空二五九，红条文件，签名文件，啊，各位头家哈，咱以上这个分招，那么所有红条啊，啊完毕，哦啊，所有拢完整，啊，等下咱七点准时放假。咱即卖专家吼，
已经渐渐嘛来到位啊吼。现在这个也是26度吼，北纬26度28分吼。啊，这个东京123哦，14分哦。啊，咱正确的位点哦是26点。26点26、28分哦，啊，这个是东京123哦，14分哦，啊，这个总价已经到位啊，哦，已经到点啊，啊，咱来去这个杜秋平哦，看一下工作人员哦，哦，看一下工作人员啊，已经准备就位啊，哈、哦，好来，哦，咱。咱这杜秋平的工作人员啦、啊，哦，啊，已经啊，拢照电话啊，哦，啊，大家拢安尼准备啊，哦，稍等呢，要来放蚊帐，哦，7点就到，要随便来放蚊帐，哦，啊，刷落来啊，咱来看咱的郑秋平，哦，刷来，咱来看咱的郑秋平的这个工作人员，哦，啊，大家拢已经就位啊，哦，啊，来去。哦，来去郑秋平看吼、哦，啊，现在莫特的天气啊，哦，已经有日头加足光啊，日头拢升起来啊，哦，啊，风力也有降小寡，风力啊，目前的风力啊有降小寡，哦，已经有较无拄啊是差不多大概走4级，啊，即阵的这个风力啊有降小寡，大概走伫这3级左右啊，哦。啊，这个工作人员全部拢已经就位啊，拢已经就位啊。哦，啊，稍等下哦，这个准备声来弹哦，咱就要把所有这个选手甲哦拢甲放出来哦。啊，相信啊，咱这船顶这分照哦，这分照拢有经过这个资格赛哦，测风哦，顶一关哦，第一关啊是嘛透东南风。哦，到东南方，因为咱顶关这个放脚地哦，伫放鸟的时阵是东方，但是阮船开无外久，我、哦、就随转东南，哦，相信这份鸟拢已经身经百炼，哦，拢已经后、哦、经过侧风、正风，哦，正风，啊，这关是小看嘛是同款正风，哦，但是目前风力哦又较降，哦，啊，日头光啊拢完全拢浮起来。哦，拢完全浮起来，哦，啊，这个风压，哦，风压嘛已经有散较少啊，哦，风压嘛已经有散较少啊，哦，啊，较袂像头拄啊是有云有较多，哦，啊，即阵啊，这个咱遮这个目的地的云啊已经有散较开啊，稍等下吼，云鸟放出去，应当吼、哦，应当也是伫咱的右后方，哦，右后方，哦，来拍管，啊，来找路要转去。哦，啊，上好，今仔日咱有偏东，哦，会当，照那会当照咱个指定的路途来走，是为这一点的方向来走，比较是较正确，哦，为这一点，哦，啊，一点半，哦，希望稍等下，哦，分照那放出去，哦，会当哦，来照这个路线行，哦，啊，咱详细啊，各家这个交友啊。报告一下吼，咱这个目的地，哦，今麦目的地的天气，今麦目的地的天气是晴，哦，晴天，方向东南风，方向东南风，哦，啊，风力3级有至4级，但是以现在啊，此时的风力啊，看起来大概差不多3级左右呢，哦，大概好3级左右，哦，这能见度啊。有14公里，哦，能见度14公里，哦，能见度14公里，啊，咱的这个空气温度28度，哦，28度是算讲哦，对阮这飞行上好的温度，也未伤热，也未伤寒，哦，咱的水温，哦，水温有31度，哦，风应，这个风应啊，是这个。小浪之中浪，哦，小浪之中浪，哦，啊，正当即阵啊，伊目前是小浪，啊，稍等下吼，阮只就放出去，哦，啊，这半路的天气，哦，阮伫遮，阮无法度去甲预测，哦，半路是甚物天气，但是啊，嘛是希望讲哦，半路的天气，伊
甲即马目的地的天气，哦，拢同款，拢一样的模式。啊，那安尼，哦，咱即款就分照会较好飞，哦，会较好飞，哦，啊，就咱来继续参加，哦，来参加咱这个哦第三关的正式比赛，哦，啊，后手啊，剩四分钟，哦，佫剩四分钟，哦，啊，这放假人员啊，拢已经甲这个要放假的这动作啊。哦，全部拢准备好啊！哦，啊，大家啊，拢非常的尽奔，哦，非常的尽奔，哦，啊，这个现在啊，哦，这个天气啊，慢慢啊，慢慢有搁较好啊，慢慢有搁较好，哦，啊，希望讲伊这个风力唔能搁增加，哦，风力唔能搁增加，风力若搁增加，哦，啊，这分只哩阵风，我、啊、要转去都会较困难，哦，会较困难，哦，假使。假使咱等下分只放出去，哦，那照咱预定的讲，要为一点，哦，只这个点半两点的这个方向来出去都的话啊，应当定六点，同款，哦，定六点，同款的加定一款啊，哦，来差不多那个所在来定六，哦，来定六。哦啊，各位教友，哦啊，即句啊，由我后面的，哦，由我后面的来替咱这所有的教友来服务。哦啊，我甲含慢讲话，哦，甲含慢讲话。啊，假使若讲了无好，啊，请各位教友啊，多多包涵，哦，多多包涵。哦啊，我会尽我的力量，哦，啊来服务这教友，哦，和咱这个每一位的这个分家头家，哦，大家当满意。哦啊，这天气，假使咱这个。放假地，哦，迄天气若有啥物水较大个变化，哦，我会阁马上哦，随来甲这个教育啊，啊，来通知，哦，啊，如果依照以前这个以目前啊，哦，依照这个目前的天气，咱个放假点，哦，放假点的天气啊，拢无啥物影响，哦，拢无啥物影响，无啥物变化，哦，拢是差不多伫这个加风调。哦，来透早加空调，甲即阵的天气拢同款，哦，拢同款。啊，咱早暝，哦，早暝九点，哦，为家人讲开出来，这个中间，哦，我嘛有暗时啊，我有起来看这个天气，哦，啊，看两遍，哦，看两遍的天气，哦，啊，拢天气拢真好，哦，半路天气拢真好，哦，啊，拢无啥物较恶劣的天气啦，哦，啊，较足。咱连咩分只放出去，啊！伫半路，吼、哦！伫半路，若要拄到啥物变卦，啊！这是伫遮，阮无法度甲恁预测个，吼、哦！啊！如果若照早暗，吼、哦，船开来一路个天气，吼、哦，一路个天气，吼、哦，照讲是无啥物问题，吼、哦！啊！这个风力，吼、哦，风力虽然是透东南风，咱分只要转个会进风，吼、哦，会进风。但是三级，哦，三级无要紧，无风嘛歹飞，风上头嘛歹飞。但是这三级应当是无啥物问题，哦。咱这每一只的选手啊，拢身经百炼，哦，拢也已经拢考验过啊。所以讲啊，这关应当也是同款，哦，会当真顺势，哦。啊，即阵啊。要来放假哦，今天的时间到了哦。哦，哦，大家拢在期待，大家拢在期待，哦，期待这今天的时间，哦，剩十秒钟，哦，就要来个放出去啊。哦，啊，希望这好鸟会当啊，照咱预定的、甲预测的路线来去飞。哦，哦哦哦，来。哦，哦啊，船的声音一弹呐，所有的选手啊，哦，拢出门啊，拢出来啊咯，所有的选手拢出来啊，哦，哇，哦，这有小块土方，小块土方，哦，啊，即卖所有放出来的粉鸟，拢各个做一阵，哦，拢各个做一阵，同款，哦，同款，伫咱船的。船头的右手边，哦，右手边在拍拳，哦，啊，直直飞，直直悬，哦，直直飞，直悬，哦，即马愈飞愈悬，
哦，啊，目前啊，还未开始拆钉，哦，目前还未开始拆钉，但是啊，伊这个有大部分的鸟啊，哦，有拄啊照咱以前的路线，哦，以前的路线，差不多在一点，哦，差不多一点，哦，十二点，哦，这个两点，哦，这位在拍拳，在拍拳，哇，今摆哦，阮鸟愈飞愈悬，哦，愈飞愈悬，哦，啊，开始啊。开始慢慢地拆钉啊！哦，开始慢慢地拆钉啊！哦，开始慢慢地拆钉。哦，啊，目前啊，分钱啊，这个分作这个规定啊，算未清楚。哦，但是啊，已经哦，有这个分鸟啊，哦，慢慢，哦，为这一点的方向哦，哦，为这一点的方向，哦，来这个来前进，哦，来前进，哦，还佫有一钉。一大钉哦，有一嘛有一大钉，往十二点的方向哦，往十二点的方向，希望啊，伊会当较偏的哦。如果若往十一点的方向去哦，因为咱今仔伊是偏东哦，可能路线较无遐正确哦，会当小偏一下哦，会当小偏一下哦。啊，往这差不多一点，假使若往这一点两点的方向去是比较较正确哦。啊，即嘛哦，照今仔日的照啊。同款飞到有够悬的，有够悬的，哦，咱会读到尾啊！哦，即马愈飞愈悬，哦，愈飞愈悬，哦，还袂降落来，还袂降落来，哦，应当是这个还袂找到回家的路，哦，还袂找到回家的路，哦，啊，即马吼，目前有两大灯，哦，往西行，哦，有两大灯往西行，往西行的方向是错误的，哦，是错误的。哦，啊，但是希望啊，伊小等下洗洗咧，同款会当洗倒转来。哦，啊，已经有三大灯，哦，有三大灯，哦，为这个一点的方向，哦，为一点的方向来前进，哦，来前进，哦，啊，咱即摆吼，咱的目前咱这个船的左手边，哦，左手边，哦，有三灯，哦，有三灯。哦，有三灯为这个为太平洋去，哦，为太平洋去，但是啊，为遐去是错误的，哦，为遐去是错误的。希望啊，伊等下会当阁修，哦，哪修，哦，这路线哪修，哦，会阁修倒转来，哦，会阁修倒转来，哦，啊，即摆目前啊，哦，已经有一灯啊，哪里修，哦，哪里修啊，哦，伊会哪里修，哦，哪里修，修为这个十二点的方向才来，哦。我希望啊，会当较紧的，较紧的吼，坐倒过来，坐倒过来。安尼啦，位啊去是唔对的，哦啊，千万唔通位啊去。我希望讲哦，伊较等的，哦哪飞，哦哪飞会阁收倒转来。啊是，阁一点就是讲哦，因为咱今仔只头的，是东风，哦是东南风，东南风，哦南边的南边食较大，哦南边食较大，啊伊。风力三级尔，三级，伊小可阵风，哦应，哦应当正常，哦正常伊小可阵风，小可阵风会小可偏东行，哦偏东行，啊伊才慢慢才会阁收倒转来，哦慢慢才会阁收倒转来，哦那，这嘛算讲是会使讲是正常的啦，哦哦，啊即嘛咱这个。咱这个目的地啊，所放的粉鸟啊，已经啊，会使讲啊，全部拢出去啊，全部拢出去啊。哦，啊，今仔日也无办单的，哦，今仔无办单的，哦，啊，咱的放假人员啊，甲这鸟人啊，所有啊，拢已经穿好啊，哦，已经穿好啊，哦，啊，拢大家拢爱甲巡逻详细，哦，壁角啊嘛爱甲挖出来，受伤的嘛爱甲赶出来，哦，无要搁甲再倒转去，哦。无通互食遐好，嘛是爱出来飞，哦，啊，过来，哦，哦，过来吼，食、哦、这个目的地啊，已经无食，哦，已经无食啊，哦，啊，无食啊，咱就暂时，哦，来看这个沙皇的画面，哦，假使稍等下，阮只若又搁倒转来，哦，阮会随时甲这个画面，哦，搁又倒转来，哦，啊，画面啊。咱来看这个扫盲啊，哦，这个扫盲的镜头，哦，假使若有，我会阁甲你叫倒转来，哦。
1111年3月13号，北海联合船队哦，奉肖总会长指示，来这个东方球场空拍巡视，巡视到一件网哦，一件网，大张完整的网哦。现在工作人员就定位了，准备砍掉，来砍掉，砍掉。竹竿先把它弄掉，上面把它切断，1111年3月13号，靠北，北海联合船队奉肖总会长指示哦，来这个东方球场空拍巡视，这是第二件网啊，第二件网很完整的一张哦，现场种鸽子哦，大家种了六八九只哦。好，我们先把鸽子救下来。我们先把鸽子救下来。好，种大概10只鸽子啊、哦。我们先把鸽子救下来。我们先把鸽子救下来。做我这边就位哈，我们把网子砍下来，来砍掉，砍掉，先救鸽子，先救鸽子，好，剪刀那些的，我这边来。清除完毕啊，跳队啊，1111年3月13号哦，东方球场哦，就下12只鸽子啊，12只啊，我们现在把它处理好，各网处理好，联络各组来取回啊，来抓回啊，12只。今天是1111年3月9号，我们是北海联合船队大东北少龙队。奉肖总会长指示，早上空拍暖暖山区哦，高兴鸽哦。好，上面有种鸽子，我先去解救鸽子。5、6只的样子哈。好，你看，鸽子很多只了，有一只好像已经死掉了。
出去哪里？哪里搞？这里有太便宜了，我就在顶你十八个你都顶了，我靠个站住就顶了，953514这只救下来的时候已经死掉了，哈、哦，清理完毕了、哦。好，来我们这一段哈、哦，好又把它放下来进行砍除掉，啊、哦，现在竹竿都比较短了，隐藏在那个树丛里面了。阿哥给偷了，我给他来一下来啊，好，我把它砍掉。好，好，我甚至把这整条的甚至把它带走。好，这件好把它砍除掉了啊，水姐，好，以后我会把它列为重点区域哈，会经常来这边巡视哈。整条路都冰面了。对啊。
我要帮你收了，我这。
欢呢。我怕你给你造啥不啦？你这上头开米，咱这台电脑了。无啦，我讲，我讲的你找无啦，我无讲你电脑了。对啊，他怎么不会涨？我讲香港有啊，我讲叫朋友找啊，叫我找无。哎，讲他们不会涨。即卖分车已经放出去啊，大约啊，差不多要晚半点钟啊，哦，啊，现在啊。